25年。我是来自四川广元的，名字叫王斌，我来是寻找25年前因同我一起看录像走失的弟弟王林。25年来我们一直很愧疚，我希望可以找到他，带他回家。挺帅的小伙子哈，来请坐。徐斌老师好。你好，来兄弟坐，手冰凉的。是。是吧？你找谁啊？找我弟弟，他叫王林。什么时候丢的？89年的8月5号。89年。嗯。走的时候他7岁了。7岁。嗯。7岁怎么能丢了呢？当初，8月5号那天。他同我们一家人帮父母干完活，别人叫我们一起去那个看录像，看那个录像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我同他一起去的，我带他去的。我同弟弟去，因为那个时候他7岁，我是哥哥。你几岁？ 我们小，我那个时候10岁多，快11岁。我们个子小看不到，我就把他放在一个农村有个推豆腐那个石磨，那个磨子上宽一点大一点，他可以坐得住，我就坐在那个旁边一个梯子上面，我们就在那里看。大概11、12点的时候，我去那个上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弟弟就不在了，等于在那个石磨子上就没了。是。回家找也没有。当初没有回家找，当初因为亲戚说可能他回去自己回去了，或者是跟邻居，因为之前他有自己从亲戚家我外婆那边家自己走回去过。多远的路？那个时候是四岁的时候，大概直径有2公里。晚上你弟弟不可能自己走回去。当初那个时候不懂事，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事情一直很愧疚，自己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第二天没回家找？第二天我没有回家找。为什么？我是去了我的亲戚家和外婆家，因为看录像地点是我外婆家，很近的。上那儿去找？去找了，然后没有。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一个表舅把我送回家，估计可能是孩子丢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父母已经睡觉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孩子已经丢了。你父母确定丢了以后打没打你？这个事情一直我深深自责的一个事情，可能他们打我，我心里可能也会好受一点点。他们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也没有打过我。你们就这弟兄俩吗？后来想念孩子，大概过了6年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妹妹。我现在还有个妹妹。这对母亲来说多少有些安慰啊。他们喜欢孩子，他们想念孩子。特别是7岁左右的孩子，特别是我现在的孩子，他们把现在几乎所有的可能对我弟弟的思念化作对这个孩子的宠爱上面去了。你从来没有主动跟你父母说说你心里的？很少说，我不太会表达情感，我是喜欢去多去做，做的多做一点给他们。爹妈不跟你提起弟弟，你知不知道是爱你，怕你自责，怕你难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只有这一个想法，能有什么想法？怕你更难受，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自责。也许，当然这个每个父母对孩子的爱，这个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弟弟走了过后，就剩我一个，他们没有责备我，没有打我，反而更加用心地来照顾我，培养我。父亲为我上学下了10年的煤窑，我很感动的。所以说只有把这个弟弟一定要把他找到，如果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把他找到，不管他是健康也好，或者是残废也好，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好好对他。这扇门真的不好打，没找到
家人的打击。是，但是25年来这种事情也经历过多了。父母今年也都60多了吧？嗯。你知道他们今天来了吗？来了。来了哈。嗯。我们请他们来一起见见面好不好？哎，妈妈还拄着拐，妈妈腿怎么了？知道儿子老大一直自责自己吗？不怪他。那他领出去怎么能不怪他呢？怪他也没办法呀，没用嘛，怪他也就是找了20多年了，已经了，一直都得找。7岁，你过去他走哪跟着你到哪吧？我跟我弟弟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我走哪里，他都跟着哪里。嗯嗯，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的，我们农村那个时候一年就一双鞋嘛，就是一个季节就买一双鞋。爸爸妈妈攒钱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凉鞋，凉鞋呢，我在外面做作业的时候，我弟弟从院子后面就跑过来哭，我看他脚上穿了一只鞋，我说是不是鞋子掉了，他说是爸爸买的新鞋掉了，他就把我带过去了。带过去我一看，这个鞋是掉到我们农村那个敞开那个粪池里面去了，就没办法，就把那个衣服裤子全部脱了，光着身子就从那个边边，就是旁边有个台阶，慢慢下去。下去的时候呢，那个里面都是粪便啊什么都是在里面的，而且下面已经淤了这么一层，说这个鞋子很不好找。找了差不多，我就一点点脚问他哪个地方掉下去，那个地方用那个脚在下面探，最后探到那只鞋，找起来过后，弟弟就不哭了，把那个凉鞋给他洗干净，给他穿在脚上，然后他就笑了。笑了过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难忘的，他说：“哥哥，你这么臭，我帮你洗。”背后洗不到，他帮我搓背，这个是我最感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到现在都不能忘。他这么懂事，更多时候我感觉好像是他在照顾我一样的。这么好的弟弟，我们盼望能够找到哈，这大门里头也许站着他。当初丢的为什么不是我？如果是我，我年龄大一点，我可能比他能够承受的痛苦会能够担当的多一点。有什么话告诉你？也不知道他这么小经受过什么多少打击和挫折，真希望丢的是我。过去没有跟父母说的话有没有？如果你们真的想打好受一点的话，我真的希望你们打我一顿。父母怎么舍得打你呢？我丢了一个，只是你那么一个，还舍得打你吗？我一定让你们以后的日子好过，一定会加倍对你的好，就当弟弟在一样的，就当两个儿子的对你的孝顺，孝敬你们这个情感，我一个人来表达。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是这个栏目寻人团的舒东，我呢来告诉你们寻找的结果。是这样，我们收到了你们寻人的委托之后呢，根据相关的线索我们在寻找，后来呢在我们等着我的官方网站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用户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根据他的一些相关信息，我们经过比对呢，和你们需要寻找的孩子非常的相像，所以我们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人，发现这个发言的用户呢，他在深圳，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的齐警官，这就是齐警官。我们接下来有请齐警官给你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我们受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委托，迅速与当事人王海润取得联系，并采取他的血样与四川王怀德、向翠兰夫妇比对成功，啊，恭喜你们，找到孩子。祝贺孩子，快看看你的儿子。哇，很像。想问问，那弟弟，我问你啊，你七岁了，还记不记得你当时怎么被谁抱走了，还是怎么着？被别人抱走了。拿东西。被那个。被谁？被那个管人贩子走了。你不认识那人？不认识。啊、嗯。哥，怎么没事没事？抱着你还是拿东西捂着你嘴？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掐着我的脖子，然后让我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把我给抱走了。好了好了，哥没事了，我不是回来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好，行了。委屈死哥哥了，这25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他把我搞丢了。怎么回去向爸爸妈妈交代？哦，肯定会打他，你知道吧？肯定是会打他。没想到吧，你父母一下也没打他。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悲喜交加，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看到这一家团聚了。来，鼓掌祝福他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我来吧，我来吧，我来背你，来，你来背，我来。背起妈妈下场，胜过了千言万语。25年的阴霾，此刻烟消云散。哥哥卸下了自责与愧疚，父母找回了孝顺的儿子，重逢的喜悦胜过了一切。愿他们健康、幸福。
好，有请我们的求助者上场。